嗨，各位，我是 Pan， 现在来到南化我山下卡，然后来家先吃一下午餐呢。那我们今天会去一个去过的露营场地，那为什么去过还要介绍呢？因为去过没有露过，好，待会带大家去瞧一下。然后这边呢、啊、有一间前记，大灯安全，生意还蛮好的。双胞胎就在宝来 Seven 的左边。太好了，还有卖。关于沙利部落咖啡呢，是我们去桃园乡露营回程顺路去探访一个吊桥，无意间发现的。那与其说它是一个营区呢，那我反而觉得它是就像是去部落的朋友家住一晚的那种概念。小巧的场地啊，只能够提供三个帐篷的搭设，那部落满满的人情味啊与欢笑声啊，让人完全摆脱那一直炸脑的 AI 专案啊，烦死了。因为部落也有提供晚餐的预约服务哦。那帐篷的旁边没有设置琉璃台与专用插座，但是多走两步问题都解决了。那浴室的部分也是一样，跟部落共用哦，所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凉亭，然后电的部分要从这边插过去。另外露营区啊，这边还有提供这边可以烤肉的一个烤炉在这边供大家使用。凉亭在这边，所以很便利，超方便。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啊！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在洗那个什么？这个是不是暗喻？知道的朋友在底下留言，谢谢。那刚刚在吊桥那边呢、啊，就是有两台车挡在那边，他们可能不知道可以进来。那我开进来了之后，他们就跟着进来。那也刚好他们也转进来这个部落咖啡。然后过桥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，第一次开的话后视镜还是折一下，不要像我们这种老车 K 到没关系，我没在折的啊，还是 Subaru 比较小台。 OK， 那刚刚进来就有一位说他的后照镜就想说我没折，他也跟着没折，所以就去 K 到来，车子就停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打在这一边。上次柴烧达人啊，阿维夫小白哥，他有教我怎么砍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试看看。然后这是一般普通的黑板木，它是比较含烧，也是比较熟，密度比较低，超难砍。我们先砍小枝的好了。那上次是说吼，这样子是比较好砍，反着真的是比较好砍。你看，开了啊，怎么样？轻轻松松的，让它自然的垂坠下来就好，不用处理，真的开了。哦，砍柴就要这样砍，你不要手摆在这边哦，这样下去，大概四五次之后，你可能就变成小叮当了。摆正了之后再下，好，确定对面没有人，转过来。哦，开了，好，这个是密度比较低的，那我们来砍这个龙眼木，那木能不能用这一只把它劈开？我觉得是有点难度啊。好，卡住了，我过来。别把我的那个私房菜都给我选走了呢。哦。烦死了，这阿姨给你接了。座山呈现一个很漂亮的靛紫色吧，就相机很棒，跟我肉眼看的差不多。
怎么会这样 BBQ 了？好，我们去洗澡了。洗澡，洗澡。嗨，我有桶子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把它接起来，谢谢。银主说啊，水压不是很稳定，所以我就用这个迪卡侬的折叠水桶，超好用哦。然后把它挂在这边，把水接起来之后，再用这个水瓢把水舀起来，这样洗澡就没问题啦。那听说啊，九月份整个宝来都是琉璃蚁啊，哦，那怕虫的就自己注意一下。我们来抓琉璃蚁。那虫就是有趋光性的特质啊，所以灯源关暗一点，虫就不会来打扰你啦。Thank you.